想来想去啊，这个人生啊必须做一件自己认为可以度过人生的工作。如果没有什么来填补的话，那是空洞啊，这个空洞就是寂寞。填补这个空洞啊，填补这个空洞，填补完了以后，作品有什么后果啊，是正面是负面，完全不在考虑之列。最重要的是在填补这个过程啊。Thank you.